我们戳破政府国民健康的谎言，我们戳破黑心政府，我们戳破陈冲的谎言。好，鼓鼓掌。今天警方特别礼遇我们，出动政报警察哈。在上次呢也没有政报警察哈，这次特别出动政报警察，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益，勇敢抗争到底。把美妞要安全，我的朋友们，为了子孙的健康。勇敢战斗到底，上上上上去，反毒美牛，反毒美牛，资讯透明，资讯透明，抗议黑箱，抗议黑箱，陈冲无能，陈冲无能，陈冲下台，陈冲下台。好，现在所有的食物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决议啊，本来今天是反美牛的大会师啊，我们就决定把它扩大成呢关心我们国人的食物安全，那这个议题的范畴更大一点。同时，我们当时对陈冲的要求，三月底之前下台不变。国会议员呢，要在3月20号呢修法零检出也不变。如果呢他们不做出这样的承诺，4月1号就要举办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游行。好，所以今天的诉求倒是一样的哈。现在经过我们这一个礼拜的串联啊，目前有宜兰连线哈，举一下哈，宜兰连线。还有呢，新北市连线，这个哈、可能这个太可能啊。还有台北市连线、台中连线，还有嘉义、高雄、云林、屏东、台东。我先请那个社区大学的秘书长告诉大家呢，我先请竹木联盟的秘书长于远兰来谈谈我们今天的诉求哈。在这边，我们先请问行政院陈冲院长，你知不知道全国的老百姓每天都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昨天晚上，陈冲院长很辛苦的上了媒体，但是他不愿花一分钟的走出行政院的大门，来跟公民团体做一分钟的对话。你宁可半夜去把任何的政策的说明，却不愿意花一分钟的时间告诉全国的老百姓你们吃什么？你关心我们吃什么吗？你知道我们每天提着菜篮上市场，张罗我们家人的三餐是多么的辛苦？我们是让眼睛闭起来，假装看不到，因为你睁眼说瞎话；我们是捂着耳朵，假装听不到。我们一点都吃不出健康的安全，因为我们摸不出来，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无从判断。对于一个没有能力为食品卫生把关的行政院，对于一个置国人健康安全于不顾的行政院，为了我们吃了健康，捍卫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家人子孙后代的健康安全，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捍卫我们的健康，我们要求无能的陈冲、失职的陈冲，一定要站在所有国人的面前抱歉下台。在这边，我们全国食物安全联盟有三项诉求，请跟着我一起念我们的三项诉求。一，完全禁止瘦肉精，完全禁止瘦肉精，绝对不准有条件开放，绝对不准有条件开放。二，政府食物安全政策，政府食物安全政策应该公开透明，应该公开透明。三，政策制定，政策制定应有公民参与机制，应有公民参与机制。
谢谢大家，也辛苦所有的今天的警察朋友们。我相信你们的太太、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孩子，在为你们张罗这样子的三餐的时候，也必然是非常非常的痛心，也非常非常的难过。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的秘书长高如平来跟各位说明啊，全国连线遍地开花，要在各地要做什么？好，我们今天来自于全国哈，从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台南、高雄、台中、嘉义、台东、屏东、云林的朋友们哈，那在这个短短的这段期间呢，这一些的朋友们愿意站出来，而且也愿意告在。在地串联各地的这个团体，不管是举办座谈会、举办记者会，或者呢，在各地串联团体呢，找在地的政府以及立法委员以及议会哈，您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们一般民众对这个食物的担忧，也希望不管是行政单位以及地方的议会能够用。尽快立法哈，让我们的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尽快通过，免对食物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是食品卫生管理法应该保障我们的。可是我们现在迟迟还没看到它通过，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在地的各地的连线，串联我们的在地的公民，能够唤起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食物安全的重视，让这个保障我们的这个保护网能够尽快串联起来。那个连线的代表哈，我们先请哈那个高雄有来吗？高雄最远的，我们请高雄的哈，高雄连线哈，高雄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陈建志哈老师来跟我们谈谈。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的道理，我们对我们所吃的东西，我们希望政府也让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要黑箱作业。我们吃的肉，大家吃得安心吗？那除了瘦肉精之外，大家也知道美牛还有狂牛症的问题，那这一些东西如果蔓延开来，都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请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尤其对食物的安全，我们更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谢谢大家。好，请台中哈，台中连线的代表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台中分会主任杨淑慧哈。大家好，我是台中主妇联盟的杨淑慧。那对行政院长他宣布是要让瘦肉精进来，那我们真的非常的担心，我们这些妈妈要买食物买这些肉品不知道怎么办，要怎么下手去买，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外求学跟工作呢几乎都是外食族，那如果在外食的时候去餐厅能看到什么标示吗？他们会又吃下一些瘦肉精的肉品，让他们身体产生非常大的负担，甚至会产生疾病，我们真的非常的担心。希望我们的行政院，希望我们的政府听到我们的心声，我们不要恐惧，我们真的很害怕，我们未来我们的孩子怎么办，还有我们的健康都受到很大威胁。谢谢。那我们下礼拜呢会到台中市政府，我们要求我们台中市政府呢要把我们食品卫生安全的条例要把它改成，就是瘦肉精要零检出，然后呼吁我们的胡市长要宣布拒绝瘦肉精进入台中市。谢谢。台南市啊有将近呢十个团体啊，也到台南市政府召开记者会，要求呼吁食物安全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遍地开花的行动啊，将会陆陆续续展开。接着呢，我们邀请宜兰哈，来自宜兰罗东社区大学的校长吴国伟哈，来跟我们谈哈。县市最早发布呢，反瘦肉精的县市。那我们在前两个礼拜呢，也有开了一个食品安全，然后反瘦肉精的公共论坛啊，包括社区大学。还有宜兰县政府共同召开。那我觉得一个国家要制定重大政策的时候呢，其实呢应该要民众充分的讨论，知道它的优点，然后了解它的缺点，那民众有充分的了解之后呢再来做决定，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适切的做法。谢谢大家。台北市齁郑秀娟齁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哈，包含天龙果啊，
各位大家好，我们在社区大学，我们常就是有很多课程都是跟烹饪啊、料理的课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些学员呢，他们就是来这边学了技巧以后，但是他们在最近都共同有一些心声，就是说，那我们今天煮牛肉，那我们要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牛肉？哪边的牛肉才是没有瘦肉精的？那我们，所以我们已经意识到，就是说整个瘦肉精的一个问题，其实已经引起了全国国民的一个关切哦。那大家其实都清楚哈，没有人想要当白老鼠。今天说，没有证明就是瘦肉精有问题，但是你能不能证明瘦肉精没有问题？我们要的是没有问题，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变成白老鼠哈。那我们当然就是。我们的同学会说很开心的说啊，至少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合作社买肉品，可以零检出的那个肉品来吃。可是我们的小朋友在学校吃营养午餐，请问一顿营养午餐多少钱？他可以买到什么样的肉品？那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那我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都是一起来吃瘦肉精的肉品，那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准备当东亚病夫，还是我们现在都要当东亚病夫来开放进口这样的瘦肉精的肉品？其实台湾的食物安全现危机已经不是现在了，20多年来就已经是发生了哈。那么呢，接下去啊，我来邀请呢，在20多年前啊，就开始在关心我们台湾的食物健康安全的问题啊，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的理事刘杰凤来跟我们谈哈。我是有准备一些东西哈，可是我想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莱克多巴胺它不是食品添加物，它是动物用药。好，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要一直去强调的。然后其他的东西我就照我的稿子念给大家听哈。是谁让我们不安心？是谁让我们生活在风险当中？是谁让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是谁让我们无助，让我们担心，让我们痛心？是谁？是谁？原来是应该替人民把关的政府，原来是应该照顾人民健康的政府，原来是应该倾听人民声音的政府。难道人民只能无语问苍天？难道人民的声音如此卑微，政府听不见？谢谢。我们邀请那个新北市的代表千里步道的执行长周胜勋啊来跟我们谈啊。政府理应来保障人民基本的健康的权利，但是我们缴税却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回应。我们缴税给一个要加害我们的健康的政府，难道我们每个人自己在院子里头养牛养鸡养羊吗？那我们还要政府做什么呢？新北市的连线，我们将会串联所有的新北市的社区大学 NGO 团体，一起来对这个过度，我们号称过度文明的这个现在的经济来提出一个反思。牛终其一生没有办法吃到草，它的肉就到我们的肚子里，这还不打紧，这已经其实很残忍了。现在我还用动物用药，让他们的肉质不均匀。产生大量的瘦肉，然后喂到我们的肚腹里头。刚刚主妇联盟朋友说得很好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家人，当他们上菜市场买这些肉品食物的时候，请问安全的把关在哪里？我们要为我们行政院的首长，你为我们人民做了什么？我们竟然还要花钱向别人买有毒的肉品进到我们肚子里头？谢谢。接下去我再请公都盟的执行长谈对立法院的行动之前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民调。好，你们各位啊，愿意吃瘦肉精的请举手。好，都没有人举手。好，那我们就要问警察了。好，警察们不愿意吃瘦肉精的请举手。不愿意吃瘦肉精的请举手。你看连警察都不愿意吃瘦肉精，他们都没举手。好，接下去啊，我来请那个公都盟的执行长张如敏谈谈哦，对立法院的策略。我想我们在之前有要求，希望3月20号之前立法院尽快三读通过食品卫生安全法里面的有关瘦肉精零检出的部分哦。那这部分我们的要求还是一样的哦。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在一个我们讲的所谓的人权的国家，它不只是一个言论参政相关的这些新闻自由等等，包含食物安全的饮用都是一个国家人权的指标。所以我们可以宣告，台湾现在这么多的食物崩盘，代表台湾基本上是没有健康食物的人权哦。台湾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健康食物的人权，在这个部分台湾是非常不及格的。我们在过去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我们都同等可以享受这些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跟干净的食物，但现在我们连要吃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恐惧。我觉得这个国家基本上在我们的食物的人权上是不及格的，这是我们非常大的抗议。当然我们也呼吁所有的立法委员一定要坚持哦，所有提案的立委，我们希望你坚持。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地的选民，你应该打电话，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支持这些立委，请你打电话支持他们，请他们勇敢的坚持下去，尤其是执政党的委员。另外的，对于这些所谓没有表态的这些委员，我们也希望我们各地的选民要打电话去抗议，去要求他们要表态，要求他们要守护我们的健康。我想是公都盟希望在做的部分，我们在未来也会公布这些不愿意表态、不愿意支持联署的这些立委名单，我们会要求民众打电话进去抗议，直到他们愿意来守护我们的安全。谢谢。好，我们会在下个礼拜那个3月20号截止之前公布拒绝联署的名单，发动选民打电话抗议。好，接下去呢，我们请全国各地的连线代表，还有我们发起团体我们要来戳破政府的谎言。来那个各县市的代表，刚刚有来致辞的，请到前面来。这个是后面的什么？主人的团体，当我们每天走上市场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些摊贩说，你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你想他会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吗？我们每天为了家人、先生、孩子、孙子的安全，我们要怎么办呢？请问无能的政府，你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那个妇女薪资，妇女薪资基金会的秘书长林时芳来跟我们谈一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可以知道今天陈冲内阁上台之后喊出他们的施政报告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创造安心内阁、富民经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的安心内阁让人民一点都不安心，富民经济到底富了谁？今天人民连最基本的食物的安全都没有办法确知保障的时候，整个的程序是如此的不透明、不公开。我们认为政府必须要站出来针对这一点讲清楚。而且今天不只是妇女的权益而已，我们可以看到是妇女今天已经走出厨房，我们要求妇女走出厨房，走入职场，走入厅堂。但今天妇女不止走出厨房，甚至是走上街头，要求他们最安全、最基础的食品的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这边，既然你们打出安心内阁的口号，请给我们一个真正能够安心的内阁，而不要让安心内阁沦为只是一个让人民确实就只是觉得说食品安全一点都无法兼顾的不安心内阁。谢谢。再请那个中华民国政党学会常务理事、前那个中华民国教改联盟的理事长陈丁志仁来。我直接做建议我呼吁教育部开始推动校园的营养午餐无毒弃作就是让那个现在我们那个营养午餐尽量去跟那些保证无毒菜的菜园或者是什么，或者是鸡农，或者是肉，或者是肉商去什么，去猪农，对不对去按用弃作的方法保证那个校园的营养午餐吃到的都是无毒的，而且把这个东西结合起来变成校园的生命教育的一环，从小就教小朋友我们就算蓄养肉品，对不对？蓄养动物也不应该在它不生病的时候喂它一大堆食物的添加剂那我们应该尽量鼓励国人尤其从校园里面开始，对，就是去吃一些野放的那个肉品动物不要去吃圈养的肉品动物，因为那个你吃圈养的肉品动物，渐渐它圈养起来，为了消除脂肪，为了减少疾病，它一定不得不就喂它很多那个食物添加剂或者什么，或者用药所以我们建议，那同样的那个要求无毒肉品进入什么进入那个那个得到无毒肉品才能进入校园，
大概家长团体跟校长协会都已经发表那个公开信跟声明了，哈、哦，那希望往后对不对，哈、哦，教育部的那个比利斯啊，哈、哦，能够朝这个方向去做，对不对，哈、哦，把经费尽量用在鼓励这些人这些那个营养午餐跟生命教育上面，谢谢。我们是公民团体啊，不喜欢被抹黑成暴力分子，哈、哦，甚至呢被抹黑成呢不理性，所以我们所有的谈话哈、哦、都非常的理性，哈、哦，各位可以看到。那么原则上我们是先礼后兵啊。我们给政府的承诺是给国会议员的承诺是3月20号，每个国会议员你都要签零检出，不管你是用提案的方式或者发表声明的方式，你要告诉大家你的立场是什么。好，目前呢还有30多位国会议员没有表态，但是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不管蓝绿的国会议员都表态了。第二个，陈冲院长他明显的在这段时间呢、啊，他每一句话都是谎话，然后他说谎还要逼着下面的官员说谎，所以呢，我们在三月，我们给陈冲院长是3月31号，但是呢，我们目前已经在申请集会游行了哈，4月1号，好，4月1号，陈冲没下台，对象就是陈冲，国会议员没有通过支持零检出，那对，那就国会议员也是我们的对象，4月1号，也是一个软场哈。我希望呢，我们的政府啊能够三思而后行。今天我们要的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老百姓，我们缴税给你们政府啊，给你们薪水跟你们俸禄，你就是最基本就是让我们食物安全。好，团结团结拯救台湾，团结团结拯救台湾，团结团结拯救台湾。